手，我们都一起走，到处认识新朋友，你能猜到整个地球。我们要去加一个细节，那我们穿红色衣服的人站着这个入口，需要留意哦。这个地方可能有些事情准备要做，或者有什么事情会发生，那这边的话大家就麻烦留意到工作人员，然后务必要遵守他的指令，他说这边带准这边牵扯，就务必提醒他，因为我们今天第几天，我们在哪里，环岛今天第几天？第二天。我们在哪里？后壁车站。骑到高雄。恭喜你。
几天？第三天。我们是谁？环岛勇士。一路往南。环岛不难。有一种迷惘的节奏，有一种能轻松想要的生活，不拿忙碌做借口，没有深深的理由，我们一起去骑单车逍遥游，还有什么能更快乐，骑上单车就像跨上了第几天？我们是谁？周凯。
今天也得有好胜哦。哦，真欠的呀。我这是靠我训练下，靠我排练，靠我下下面去。我靠，你妈妈去看了，我明明能不能这样？